欢迎收看108年8月24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今天是周末，面对白鹿台风直扑南台湾而来，高雄市政府将防灾应变中心提升为一级开设，一大早8点钟就召开了第一次的工作会议。市长韩国瑜除了要求各局处要上紧发条，也透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高雄市各区的视讯会议，全盘掌握台风在各区的最新动态。市长今天超准时的。从小就有这个好习惯。一早8点钟，高雄市长韩国瑜准时出现在一级开设的台风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会议，透过视讯连线了解高雄市各区目前的状况。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突然通知，要透过视讯和高雄通话了解防灾的进度。卫生系统、电力等等有停电或者其他什么灾害吗？跟院长报告，一切正常。我没有想到他会来电话。行政院。他对于整个台风侵袭的所有的县市，他是关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韩市长除了强调中央和地方能够一起联手防灾非常有意义，面对白鹿台风高速向台湾来袭，也要求各个局处单位上紧发条，全力以赴。所以现在开始，各个单位、各区公所全部进入防灾准备，这是真正的真功夫展示，也是市政府新团队就任以来。这8个月第一次台风真正的直接扑过来，所以我要求各单位当注意而未注意的，当小心未小心的，当防范未防范发生事情是不能原谅的。马华夏跟桃园界一样，目前一切都正常。OK，都在准备当中。好的，上次进去你们那边结果大雾，又没办法看到你，加油哈！你最近真的辛苦。和高雄市山区各个区长通话，掌握最新状况。韩市长也感谢国军弟兄的协助，并要求各局处全力防灾救灾，并且在台风远离之后迅速整理复原，要在星期一上班后带给市民干净整洁的市容。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今天是周末假期，原本高雄市有许多的户外活动在举行，但是呢，遇上了轻度台风白鹿的影响呢，几乎全部都取消了。不过因为上午天气还可以，甚至一度出现了阳光，所以呢，在市区的景点还有电影院都出现了不少的人潮。因应白鹿台风来袭，高雄市政府宣布24号停止上班上课，许多活动也纷纷宣布暂停或延期。虽然放了台风假，但是上午的天气似乎很平静，只有偶尔下起绵绵细雨。部分依照既定行程到高雄的旅客，赶紧把握好天气，到户外的景点走走逛逛。我们从台北，是，所以特别来我们高雄玩，结果遇到台风天，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就天气好的时候逛一逛。等一下，如果下雨就回饭店了。是。那大概也进来我们高雄玩几天了，对我们印象怎么样？我们来这边做训练啦，训练跟比赛，我们来一个礼拜了。受到台风的影响，原本在假日会涌现人潮的古山轮渡站排班的小黄司机很万叹，因为虽然风雨不强，航班正常，但就是苦等不到客人，只能赶快转移阵地到市区想办法载客。我咧走，拢全部拢病院尔，病院啊，坐院站安尼尔。所以都是以旗津当地的。对，观光客足少咧坐啦。6点外是囡仔上课的，要赶时间咧。8点的是要病院看病。像今天这种天气怎么办？看天啦、看时候嘛。那所以大哥，您现在要到别的地方去？要出来绕啊。高雄轮船公司表示，受到台风的影响，包括观光航线和交通航线的战二库到旗津在24号是暂停营运之外，其他交通航线服务正常，不过会随时视天候调整，提醒民众要注意讯息的更新。以现在台风的风雨状况啊，目前船班还是可以正常营运的，所以我们会依据我们的天候状况跟人潮，然后适度的派遣我们的船只来加强一个疏运。户外活动停止办理，许多店家也关门没做生意，百货公司和电影院就成了民众在台风天休闲活动的好去处。没有什么，可能就是逛一下这里，对，然后结束今天吧，就待在室内，对，然后对，休息休息。气象预告轻度台风白鹿来势汹汹，高雄市民放了周末台风假，虽然上午的风雨让大家无感，但是少了风雨的担心，也算是另外一种安慰。记者李正道、黄连军高雄报道。
虽然上午的风雨不大，但是韩市长还有市府团队不敢掉以轻心，在主持完防灾工作会议之后，就马不停蹄的接连赶往几处列为高风险的区域来视察，其中一站是来到了永安区的永安里。由于当地的抽水站更换抽水机组之后呢，淹水状况是改善良好，韩市长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彻底解决永安的水患问题。市长小心点。为了了解永达抽水站新建制抽水机组的马力，高雄市长韩国瑜爬上栅栏仔细观看，还给了一个十分满意的评价。避免白鹿台风带来的雨量可能造成灾情，韩市长特别前往检视抽水站的运作状况。由于之前永安里逢雨必淹已经是常态，水利局在经过全力清淤、更换机组以及疏浚之后，面对这次台风来袭，似乎相当有信心。这保证，两兵千日用在一朝，这么多的准备就是台风天。这等一下你可以到市场看一下，我们目前油草的蓄井架的蓄油那个的储油量的。那目前都至少到九成以上了，九成。另外，面对永安区里长以及地方民代的疑问，韩市长也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说明清楚，互相配合才能够得到最佳的防灾效果。所有我们这个永安地区整个预防灾情抽水的状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预算，花多少人力，一定要跟区长、里长讲清楚，是不能让本地的老百姓搞不清楚状况，是这是不可以的，先告知。永安地区在更换抽水机组之后，退水的状况的确改善许多，不过要彻底完备当地的水利工程还需要一年的时间。韩市长也指示相关单位，无论如何要以零灾损为目标，也希望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彻底解决永安区困扰已久的淹水问题。港都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带您关心这周的新闻回顾。由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举办的小小主播夏令营最受期待的一堂课，就是站上主播台体验播报新闻。主办单位呢也特别邀请学员的家长一起来参加成果发表会。当看到孩子在镜头前当主播展现大将之风的样子，家长们是既开心又感动。站在摄影机前，小小主播看着读稿机开始播报新闻，从播报的语调到脸部表情、手势仪态，经过庆联港都新闻部主播的调教后，小朋友都不畏惧镜头，从容地播报新闻。一开始很紧张，但是讲完之后就觉得很轻松，可以学到很多就是关于主播跟记者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有很紧张，可是如果你这样就是讲完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心情就会放松下来，让原本只是在写功课的暑假生活变得非常有趣。而在成果发表会上，家长看到舞台上播放小朋友自采自播的新闻，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要记录小朋友的蜕变。而学员们对于自己在镜头上的表现不太习惯，也觉得不可思议。第三位原来是我们的佑丽，来掌声。经过评选之后，选出几位表现优异的小朋友，颁发最佳表现、最佳配音和最佳主播奖。很感动，而且那个好，没想到他会得奖。对，然后我希望说下次还有机会再参加，然后有更好的表现。谢谢你们，谢谢。那他的表现跟他平常在家里，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不会，他平常也是都蛮爱表现自己，也蛮喜欢讲话的。对对对，然后我希望他那个。如果有其他的那个表现啊，可以也更棒。应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就有在参加朗读演讲比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台做表现的，所以就会比较不会紧张。哦，有他进步很多，因为他在学校也是会有学校有那个广播，然后他一直想要参加，然后想说你来这里训练一下。然后再去，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有很多人都比我优秀很多，然后就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多多训练。他来去年，事实上他学会了表演，而且他学会了怎么去表达。然后他来这边的时候，他说公司这边会有一步一步教他们怎么去讲话啊，肢体的表演，对，所以他很高兴的来这边玩。雅欣姐姐有跟我们说，就是说不要太紧张，因为太紧张反倒容易会出错。
青年港都小小主播夏令营三天的课程，从如何过音、采访到站上主播台学习播报新闻，扎实的训练让小朋友对电视新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青年港都呢，不只是提供优质的那个节目跟频道，然后还有服务，我们未来的还有提供更多的那个，我们提供高雄市民，我们会回馈高雄市民，提供最好的优质的节目以外，我们要提供更多的举办类似的公益活动来回馈高雄市民。小小主播们最后一一上台领取结业证书，这一刻不但是家长感到欣慰无比，相信也在学员们心中留下难忘的暑假回忆。庆联港都小小主播夏令营成功耶！高雄综合报道。在高雄，很多人听到小港区沿海六里的大林埔都会联想到工业污染。其实大林埔是个具有400年历史的传统渔村部落，拥有丰富的人文风俗底蕴。区公所为了要让更多人了解地方的人文风情，特别举办了文化课程活动，希望透过地方信仰还有习俗以及影像记录，让社会看见大林埔人保存文化的用心。跟着摄影师的镜头，请听每张相片传达的人物故事。有正在忙碌庙会活动的妇女，还有扛轿绕境的志工，古厝前绕着古井打水的阿公和孙子，每张脸孔透露着虔诚的认真和满足的幸福。这些相片都是大林埔影像记录工作者吴初心的作品。原本他只是想替社区拍照留下记录，却从镜头中发现自己的故乡人文风景竟是如此具有深度。比较属于有也带点记录，它算是不管你经过几十年以后，你再回头再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很有温度啊。它跟风景比较不同，风景的话就是说，哎，你现在看的山，其实再经过十年、二十年还是这一座山。可是人文的东西的话，你可以从早期，一直延续到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一些文化的脉络。靠海生活的大林埔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早期渔民对于浩瀚大海的畏惧投射在信仰当中，中原普渡的传统科仪在当地是重要的信仰活动。首捻仪式内涵的里长用活泼趣味的方式分享地方信仰和文化保存的意义，互动场面热烈。家门吼，逢年七月初一，会做啥物工课？水旗、日旗、神旗啊，过去拢是祖先所留下，这是讲不可切断的。啊，我感觉这文化是咱祖先留下，我感觉吼，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吼，其实讲咱台湾人常讲一句话，食水果爱拜树头啊。啊，这是一种对祖的追思，嘛是对祖一挂文化的个流传。希望卖这卖好登去，这嘛是一种教育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啦，吼。太多人不了解，就像我虽然这个年纪的我还是不懂，那可以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告诉更多的人，用感恩的传统信仰和记录在地生活的影像，传达在地人对故乡的依赖，不止感动人心，更凝聚了人民的向心力。因为我们是沿海地区嘛，所以对这个祭祀拜拜也有它的来源跟它的根据，还有一些就是求平安啊，求拜祖先求平安这样子的，对大林埔是非常的有感情。小港区公所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地方的风土习俗，特别举办这项讲座活动，希望借由大林埔聚落的文化记录过程和经验，唤起更多人对家乡的关爱，为文化保存尽一份心力。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高雄市鹿竹顶寮地区因为地势低洼，经常受到潮汐的影响，长久以来饱受海水倒灌之苦。今年四月起就办理了水利改善工程，但是呢，受到近日来豪雨不断，为了要关心工程品质，副市长李四川前往视察当地的水情以及工程进度，并且也指示水利单位要加快规划改善方案，来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连日豪大雨，鹿竹顶寮地区积水严重。李四川副市长前往勘查，先带领市府同仁在当地庙宇参拜祈福。鹿竹顶寮地区因为地势低洼，再加上受到潮汐影响，长久以来饱受海水倒灌之苦。
今年四月起办理水利改善工程，但因为近日豪雨再次出现积淹水的情形，李思川除了仔细听取水利局简报之外，也要求采取应急措施，尽速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顶寮这一个部分，说实在，虽然靠海，但是每次大概洪雨或是大潮的时候，除了这一个大雨本身的积水以外，那最大的问题是大潮的时候海水会倒灌。我们水利局现在应急的这个部分呢，谢谢我们水利署给我们1300多万，我们来做这个闸门，那包括抽水。但是刚才包括我们区长、里长，还有我们雅芝议员呢，一直在讲说，能够这个彻底的把它做一个解决。虽然旁边都是余温，但上头还有一个闸门必须要来施工，才能彻底的解决这里面的海水倒灌的问题。目前水利局已经在当地进行水利改善工程，并且规划整治东侧堤岸及设置防潮闸门及通行便道，以减缓海水倒灌，整体经费约1350万元。在水利署补助还没到位前，李思川指示水利局先行垫付，并且规划长期改善计划，以解决当地海水倒灌、内水不易排出等问题。记者王思武、秉源高雄报道。新闻局吉祥物柴犬呢，日前正式亮相后，呆萌可爱的模样立刻被许多人圈粉。因此呢，新闻局决定要揪团来邀请高雄熊、还有高通通以及高雄五宝等吉祥物呢，来分别为柴山、爱河、还有博二以及旗津等特色景点来代言推荐，并且呢，还要举办粉丝同乐会，民众只要在官网投票就有机会可以参加。等一下，他最喜欢的食物出现了。高雄市新闻局上个月底推出全新吉祥物柴犬来福，尖耳朵、圆肚子、可爱的模样，就连高雄市长韩国瑜见到都开心的不得了。穿上去之后呢，更加帅气活泼了。柴犬来福呆萌慵懒，和其他高雄吉祥物一样可爱。而为了让吉祥物带动的萌经济热潮延续下去，新闻局规划吉祥物出任务票选活动，一同推荐高雄的特色景点。来福呢特别揪团，邀集了我们高雄的吉祥物，有高雄熊、高通通，还有高雄五宝，而且呢特别策划一个非常特别的见面会。那这个见面会呢，至于要选在什么地点呢，那就由我们亲爱的市民一起来票选。瞧，柴犬来福的魅力难挡，就连副局长都摇身一变成为来福代言人，争取粉丝的支持。除了来福推荐柴山美景之外，其他吉祥物也各有所好。最后票选结果将决定同乐会在何地举办。来福 Love 柴犬，他特别推荐我们的同乐会的地点是在柴山，也希望大家来参加活动，能够爱与欢乐，还有发大财。那另外呢，他的好朋友有高雄熊，高雄熊他特别推荐在爱河，希望跟大家一起坠入爱河。大家比较喜欢的高通通呢，他呢特别推荐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博二，因为在博二吃喝玩乐通通有。那高雄五宝当然要推荐我们高雄特殊的海景，所以呢特别推荐了旗津。但来福跟其他吉祥物相比，知名度才刚刚打开，副局长不免再工商时间一下。我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萌，这是一只柴犬。来福就是接近英文的 L-O-V-E Love 的一个谐音，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好运气，发大财。看见了吗？柴犬来福真的是超级卡哇伊，即日起可以到官网或新闻局乐高雄粉丝专页投票，不论喜欢柴山、爱河或是旗津、博尔，最后吉祥物同乐会的聚会地点将会由你来决定。欢迎大家一起选来福。记者王思武、秉源高雄报道。有一名男子，他在庙里的金炉烧纸钱的时候，疑似温度过高，发生了闪燃爆裂的现象，而炉内的异物瞬间喷出，也造成他右眼球破裂。经过高一医师的紧急手术，仍然没有办法挽回他右眼失明的悲剧。民众到庙里拜拜，通常会带些纸钱到金炉前焚烧。熊熊的火焰让炉内温度升高。一名男子在金炉前烧纸钱时，竟然被炉内喷出的异物伤了右眼，眼眶还骨折。那因为病人在事发当时其实很惶恐，所以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也有可能是因为香炉温度过高，那如果空气流不稳定的话，会有类似在火灾现场闪燃或爆燃的状况。
男子满脸是血被送到医院，医生立刻为男子进行清创手术，虽然愈合眼皮外伤和骨折处，但右眼还是失明，没有办法明确回到事发的现场。不过那个冲击力道是蛮强的，因为他颜面骨确实是有骨折的状况，所以那个冲击力道是有一定的大小，那眼球同时撕裂伤非常严重，即使有修补之后，他的视力还是受损到没有办法恢复的状况。金炉里燃烧纸钱温度相当高，再加上半密闭空间，里面的灰烬会随热气乱窜，可能因此喷出，再加上男子的眼睛没有任何防护，才会造成眼睛受伤。在烧金纸的时候，可能要跟火焰或是高温的东西要一定的距离。那如果没有戴眼镜的话，我们建议戴一些护目镜。那万一有异物飞入或是不慎有烧伤，就是要随即冲冷水，然后尽快就医这样子。原本到庙里拜拜是要祈求平安，却在烧纸钱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尽管是偶发事件，但还是提醒民众不要太靠近火源，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高雄报道。女孩子都爱漂亮，不管几岁都一样。来看在凤山区为长辈开办的乐龄彩妆课程，不但是让长辈从化妆来找回自信风采，还走台步出场，整堂课程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脸上打好底后，再使用彩妆品画上眉毛、眼影，并加上腮红及口红点缀气色。两位奶奶转眼变身靓丽模特儿，走起台步气势十足。由凤山失智友善馆开办的乐龄彩妆课，从保养到彩妆，一套完整技巧要传授给银发族。我们有加强他们的眼部护理，然后我想在化妆疗法上面呢，对社区的长辈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说，我想不管我们从20岁到100岁，大家都喜欢美丽又健康。见证自己的美丽转变，阿妈都眉开眼笑，直说自己一大把年纪还没那么漂亮过。以前结婚哈是结婚照是摆的啦，没有这个现在那么漂亮啊！快要80岁了，还没有画过那么漂亮。我们两个人今天就感动的流眼泪了。凤山失智友善馆除了彩妆课程提供给一般民众参与，也培训失智症者及家属学习手工皂，期盼能借由多元的课程推广并预防失智。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我们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各式各样的课程，事实上在彩妆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快乐、更自信，那就是最好的预防失智症。透过乐龄彩妆课，不止唤醒银发族美好的青春记忆，更是提醒不论活到几岁，人人都有美丽的权利。记者张世明、夏小欣，高雄报道。这一两个月的连续降下的豪大雨呢，已经造成高雄的农产损失惨重，农损金额高达2000多万。农委会已经公告木瓜还有番茄等12项作物的现金救助，市府农业局也请受损20%以上的农友务必要在8月30号之前向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大雨下不停，让旗美一带的往事木瓜损失惨重，另外六龟一带也有农田埋没流失的状况。这一波农产损失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农委会分两波公告，高雄市12项作物可以办理现金救助。高雄市的那个农业损失已经达到了2177万元，那其中最严重的是木瓜，木瓜的部分有1218万。8月19号已经开始受理，10天内的时间，好能够受理木瓜的灾损。那木瓜每公顷是补偿那个75000元。市府农业局表示，在雨势暂时停歇之后，果品受到阳光照射后，可能会导致迟发性灾情。市府也会持续注意，并且辅导农友查报灾损，并且呼吁农友加强田间排水和雨后疫病的防治。鼓励农友，如果你这一波豪雨你并没有提报灾害，但是之后如果下雨，那个太阳出来之后，有发现你的果园有这样的重要的这些病症，有持续落果或是损害的情况，赶紧将我们的当地的区公所回报，我们可以将它纳入迟滞性的灾害，这也是保障农友权益的方法。至于现金救助的部分，如果灾损率达到20%以上的农友，务必要在8月30号之前备妥相关文件，向土地所在的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需要复耕的农友也可以向农会申请地利贷款。在10天内完成了那个所谓的申报之后，市政府就会进行那个复勘启动，然后确认只要您的那个灾害有达到了那个现金救助的标准，就是损害20%以上的话，中央就可以予以这样的专案的补助。
今年七月到八月的连续降雨让农民吃不消，农业局也希望农友能够事前做好防灾准备，减少看天吃饭的窘境。记者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面对台风过境，要提醒民众还是要多留意天气动态，注意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